其实是这样，就是不过这个跟游学很有关系，不过就是这跟就是找工作比较有关系，就是他们会当他们想要你的时候，他们会给你很短的时间决定要不要。譬如说，他说，比如说我今天说跟你说，我今天要给你 offer， 然后给你 offer letter 就是说跟你说，哦，这是就是我们要录用你，然后薪水多少，然后福利怎么样怎样，然后写，然后他们就说，请问你要不要接受？你要接受的话呢，请在某个时间点以前把这个签名传回去这样子。然后那个时间点通常是你接到这个东西里面5天以内，或是1个礼拜以内，你就必须要决定说你要不要就进这家公司。